用吃的、欸。哎、欸，你刚刚鱼放在哪里？放在这里。哎呀呀，这个正吃啦！哇，你这只算足有力的呢。嗯，差不多20左右吧。下面游上来的，刚发到钓箱，有无？这种的都是出大水之后游上来都受伤了。1点多了，生火烤一个鱼啊。反正今天都小鱼，不大想钓了，休闲一下，等台风过，看看水量再来钓。台风明后天就要来了，把苦花串起来，烤2只啊。这样，一只苦花，一只石斑，烤2只就好了。拿点盐，可以了。就把垮起来。哇，火太大，火太大。这烤鱼啊，火要很小啊。哦，再把它哈下来，差不多了。这样，水色，搁哈起来就好啊。搁再哈起来，大概在。小火再下5分钟就炒熟啊，好了啦，炒有够久的啊！哇、哦，风好大、哦！好、啊，台风快要来了，等一下2点再来吃吧。开吃，开吃啊！先把叉子拿下来，嗯，应该都有熟了啦，烤好久了，先来吃苦花，冰心就是这这这啊，哦，台风要来了，风好大，哦，水哦，水哦。哇、哦，粉红色的肉，哦哟，好烫啊！哇塞，这个肉粉红色的，哇，哇哩嘞，新鲜的就是不一样。先剥半只就好了，看看这个，哦，哦哦哦，呼，水啦，哦，这几个安尼干净利落，沾一点这个盐，嗯，超鲜的。我就说、啊、这个苦花、啊、新鲜的吃齁、哦、绝对会颠覆你对那个很多次的那个观念，它新鲜的它细致好少、哦、但是你们不容易吃到新鲜的、啊、这个就是齁、哦、它还没有挂，要挂不挂之前那个程度，那个细致就很软，几乎吃不到。所以有人就说：“哎，苦花很多次啊，石斑很多次啊，我怎么看你这样，吃个这顺，那个就是新鲜啊。如果你再带回去冰。”像上次我这样冰一冰再带过来烤就很多次了，就吃完一面了，嗯，你啊喂。
脚泡在水里面，还有虾子在咬我脚，你不怕我把它抓起来烤？哎，哦，你看这个这一片肉，这只还不大哦，这只大概20而已。如果超过25的话，腹部这一块肉就很有油了，那个才叫好吃啊。超过25的苦花，油就很多了。不过石斑不用超过25，石斑20以上油就很多了。你有没有看到都没有细刺？中博。这个也是我无意中发现的，无意中发现说新鲜的鱼烤起来为什么刺都不见了。来拆这个石斑，这个石斑的鳞就是别人说哇好像有点烤太过头了，稍微一点黏黏的吧。因为今天是小火慢烤，也是不错。哦，拢是水的啦。你只要吃新鲜的啊，这个九斑的肉不会输苦花。这个九斑的蛋啊，你们不要吃啊！这九斑的蛋啊，你吃了会漏塞，我是无差。我自细汉都在吃，我小时候在吃九斑，又没人说那个蛋不能吃，那也不是吃到下下叫，细汉吃到大汉，所以应该是免疫了。哇！哇，九斑就是比较薄啦，所以它的肉比较少，它苦花比较圆形，所以它肉泡蛋形的肉比较厚，上水溜溜。苦花石斑清洁溜溜，等一下这个剩下的慢慢来称。做完之后啊，把烤肉的地方打扫干净。这个天气啊，还是很好啦，台风要来之前都很好，只是说风很大，不大想钓了啦。我刚刚在这边吃完鱼之后，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去拔的那个刺葱。我本来要塞在鱼肚子里面的，然后都忘记了，鱼烤好吃完了才想到。本来想说第一次要试试看这个刺葱塞在鱼肚子里面会不会更香更好吃，结果没记耶。算了啦，这个风那么大齁，休息一下好了。我看那里好像不错，好像可以睡觉。在瀑布旁边，去那边睡一下。这条蛇啊，小蛇。爬不上去啊！我，在哪里？在哪里？哦，躲进去了。
去这里面。中了。在哭啊！靠腰，本来想说它小只，结果它就冲了一下。苦花大只的没有上来啦，现在都小只的。小只是蛮咬的。哦哦哦哦哦！我会冲个卡宾来。这只有20，我、哦、不要这，不要不要不要，它想要进去洞里面。还好。哇哇哇！我冲这么快！哇哩嘞！哎、欸，哎、欸，哦，它还冲，靠腰！我趁着风大，乱乱冲。来来来，回来回来！我、哦、靠，不小哎、欸！哎呦，我勾到的吗？这么会冲，我给它高底了，快！我、哦、下面还有另外一只在跟着它冲。对啦，勾到的，从下面，从下面，勾到的才会这样乱乱冲。哇哩嘞！哎，正吃哦。哎，结果是正吃嘞。哎，刚刚鱼放在哪里？放在这里，哎呀呀，这个真吃啦！哇，你这只算真有力的呢。嗯，差不多20左右吧。中了，很会翻，但是不大会吃，可能太阳太大了，所以还可能还要等呢、啊。这只也不小哎、欸。有的翻的都蛮大的，哦，逆流逆流，哦哦哦，自己游上来，游上来就好了，游上来就好了。我赶紧休息啊！哦哦，来来来来来，哦，跟刚刚那只差不多大。哎，肚子怎么受伤了？肚子受伤了，这只又是下面游上来的，刚好把豆子有胸，是不？这种的都是出大水之后游上来的，都受伤了。这两条比较大而已啊，所以呢，我这边特别的，啊，上榜哎，其他都小只的。家都太小了。